哎呀，我回来喽！回来啦！哎呀，媳妇儿啊，我说你能不能动一动？哦。我不是让你动动屁股，我让你给我搭把手，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，这忙的。哎呀，快点吧，一会儿咱爸就回来了啊！哎呀，至于吗？咱爸呀，处了一个女朋友。 今天要带回来跟咱俩见见面，知道不？一定得给我和咱爸争争脸，听着没？看你这话说的，好像以前我净给你丢脸了似的。我二明儿虽说不是大家闺秀，但也算是小家碧玉啊。我今儿就是装，我也能给你装出个好儿媳妇来。别说咱爸出对象了，我今年我都把咱爸给嫁出去。没谁了。这是谁呀？这么着急想把我嫁出去啊？ 这么讨厌我吗？爸爸，你回来了啊！这看啥呢？我后老婆婆没跟你一块回来呀？远点山子。后老婆婆，我们现在到那步了吗？这这这，跟你说话都白说了，给我争点脸行不行？话都不会说，后老婆婆。爸，我后妈呢？滚犊子！ 你有毛病吗？我刚才说后老婆婆不行，怎么又后妈呢？不是你，再说了，我们俩八字还没一撇呢。不是说领回来跟我们见见面呢吗？对呀、啊。不是，啊，他从他们家往这儿赶的。哎呀，爸，我觉得你俩这种相处的程度，就应该是如胶似漆，比翼双飞，飞来飞去的呀。飞不起来，累。 哦，累了啊！爸，累了，你歇会儿啊，歇会儿就好了。什么是我歇会儿？我不是身体累，我是心累呀。这个，我之所以跟他分开，往这儿赶，就是想让您俩帮我参谋参谋，帮我出出主意啊。你们说，我跟这个女人还值不值得处了？啊？哎，这咋还处不处呢？咋的？闹别扭了？对呀。哎呀，你们不知道，这个女人吧，确实不错。 啊，对我也挺好啊，就那心眼儿啊，那小的跟真鼻似的，爱吃醋啊。哎呀，爸爸，你说到这儿，我必须义正言辞的纠正你一下，就你刚才说的这些毛病，我不都有吗？再说了，这也不算什么毛病啊，人家阿姨为什么这样对你？说明人家在乎你，在乎你心眼才会小，心眼小才会自私，知道不？你像我个顺风一样，顺风你过来，哎。 怎么的？我问你啊，我是不是特别的爱你？那没谁了。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幸福？哎呀，这个幸福，极了！爸，你看，范美玲，嗯，你不如直接抽他俩嘴巴，你这么拧他，我跟他肉皮都疼。是钱顺风的家吗？母老虎来了！你别这么说吧，来了。 你好，你好，母阿姨好，我不姓吴，我姓吴。哦，吴阿姨好，你好。吴阿姨，你来就来呗，还带些东西，你看。你看这头一次来串门，能不拿点东西吗？你就是老钱的儿子吧？啊，我叫钱顺风，阿姨。你爸呀，常在我面前提起你，是吧？说你长得像他，看这个头。 看着颜值，真香。阿姨，你真有眼光。哎呀，这是儿媳妇儿吧？啊，是我。哎呦，这儿媳妇更漂亮，端庄大气。哎呀，这大眼生生的，将来生孩子肯定像你。阿姨，我爱你。阿姨，请坐。好好好，坐坐坐坐。哎呀，过来。哎呀，你爸这厨这么随你，怎么呢？ 巴西鸭呗，啊，阿姨多好啊，还这那的，这太，哎呀，还想找啥样呢？哎，孩子，啊，你爸呢？我爸，哎，刚才还在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哎呀，老钱呐，你瞅你这么大岁数，还藏啥猫糊啊？快，好好歇歇，你瞅你还猫那儿了，干啥呀？来，快坐下歇歇吧，啊。哎呀，哎呀，老钱呐。 那个我知道你颈椎不好，你说这大冷的天儿啊，你可千万注意保暖呢 啊！你看我还给你买了一个围脖，快。
快来带上来。别带他干啥呀？我儿咱家暖气好极了，带上那热，不带。爸，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？你刚才还说我们家冷呢。我什么时候说你们家冷？怎么没说过呀？我没。阿姨给你带个围。我那个带一个，我试试。二美玲，你看看这怎么样？带上。帅。这都没谁了。太帅了啊！这不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前转弯吗？好看。好看，爸，再谢谢吴阿姨。哎呀，谢啥呀？都是自己家人。得了。我还是听孩子，谢谢你吧，啊，谢谢。哎，不用不用。什么？你这围脖花多少钱？你买的东西花多少钱？一会儿一块给你。爸爸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那玩意儿，你俩以后就是一家的，完慢慢处呗，谁喝谁，你再给他买呗。对呀，爸呀，这将来就是我妈。嗯，你俩把钱分得那么清楚，干啥玩意儿？不是，你俩能不能不把这事整得太早？我们俩呢，现在还没到那一步。你再说了，钱这个问题你必须得分清楚。犟，怎么这么犟？犟你吧，孩子们，来，阿姨，你别再说啊！你这咱别惹他生气了。哦，只要他快快乐乐、健健康康的，他愿意咋地就咋地呗啊！哎呀，没事，那个不影响我的心情，没关系。哎呦，我的天呀！天哪，这不就是中国好老婆婆吗？哎呀，这是中国好后妈。好后妈。阿姨，行了。啊，今天第一次登门，我请客，咱们出去啊，出去吃饭，下馆子。哎呀，下什么馆子呀？今天我带来这么多菜，咱就在家吃。那个，我上灶，儿媳妇，咱家厨房在哪儿呢？那儿呢。哎呀，好好好，我做菜去，你陪你爸爸回来拿菜吗？哎呦，把菜拿着来。街坊邻居们，你都看见了吧？这是我妈。哎呦我天，这也太贤惠了。爸呀，爸，哎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站起来。干啥玩意儿你啊！啊，一进门就说我妈这个不是那个不是，你想干啥呀？你长得好看呢，你给我站起来！你不是我站着呢。啊，爸，我没说你，你给我站起来！爸，你坐下。啊，怎么跟咱爸说话呢？就是，爸，你也是。哎呀，爸，你坐一听就行。爸，那你也是。你说吴阿姨多好，要个有个，要模样有模样，你咋还相不中？你长心没呀？不是，你俩是哪头的？啊，你俩给我坐下。你俩不要被他的表面现象给迷惑了，他当外人是这样的，跟我在一起是那样的。不可能啊。顺风，